露奶这吃茶店，是比较日系的甜点店呢。你好，好吃吗，爸爸？地瓜好吃吗？你们总共几个大人？六个大。这甜点店外面就是街景，外面就是街景哦。这街景吃东西也是蛮有情调的呀。台湾遇到台湾的富生，来自于基隆的富生，跟我们介绍招牌。现在很忙啊。我女儿已经冲动的把豆豆拿起来吃了。我们点的是70年的招牌，是汤圆栗子红豆泥。旁边这一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是淋上去。你想吃吗，波波？那你吃一个这个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吃一口看看。整碗都是波波的最爱。里面都是一些甜甜的豆豆，波波已经开吃了，好吃吗，波波？看起来他真的很喜欢，试试看。还有寒天那些豆豆，你吃太大口了，宝宝，应该是要倒下去了。哇，感觉更甜。日本人真的吃很甜，他没有加馅，温面来了，温面到。吃吃看，温面好不好吃？来，给妈咪筷子。宝贝，你好吧？面在哪里？面面在这里，细细的面面在这里。哇，这碗面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哇，吃一口看看。拜拜，小心要看哦。软软的面线。鲜鲜的，就像台湾的面线，妹妹还蛮好吃的。筷子你不会用的，许香会。这个推荐，好吃。你要吃看吗？不要，你说给他。哎，你说那个二手古董店很远，他不是说他在表山，他在社区。短羊磐石，准备结账咯。
我从小就最爱吃明治娃娃的牛奶糖，然后现在来这边一定要到他们的店里面买我最爱吃的牛奶糖。不知道有没有比台湾便宜，可是我就是觉得开心了。一定要买这个大铁盒，然后还要看到这个很可爱的，现在在等结账。真的好喜欢明治娃娃哦，不过现在没有胃可以吃这些甜点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我最爱的明治娃娃牛奶糖，我还买了他们的铜锣烧，他店面还有卖好多甜点哦，还有蛋糕，我要融化了。